针线花边，以土耳其花边闻名世界，天生具有花卉图案和编织艺术的组合。这个古老的传统在查姆鲁亚伊拉的村庄中仍然保持着。针刺花边代表了最有意义的非语言交流形式，有时花边讲述爱情，有时渴望，有时候这是一份礼物，要保留下来，直到他从国外回来。花边，情感的传统语言。